大家好，我是超直白。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台东人的小烦恼。之前画过一张图，是各县市的九问答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台北人就会被问：你们天龙人是不是都很有钱啊？屏东人就会被问：你家是住在垦丁旁边吗？你每天都逛垦丁大街吗？屏东离垦丁超远，好吗？你们是不是每天都骑台中上学、啊？你每天都吃贡丸吗？你们哪一间火鸡肉饭最好吃啊？你是客家人吗？你家旁边只有田吗？你们金马还有地雷吗？所以你们会喝高粱吗？讲了这么多县市的人的小烦恼，那现在就来讲讲台东人的烦恼吧。身为一个台东人，你绝对会被问的一个问题：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台东人啊。你是台东人啊？你是原住民吗？你是原住民吗？你们台东人是不是都骑山猪上学？台东有麦当劳吗？台东有网咖吗？台东有 Seven 吗？对啊，我们台东人都骑山猪上学。我们骑山猪还要考驾照，然后我们骑山猪到学校之后呢，我们要停在学校租舍才可以去上学，厉害吧？好了，我乱讲。对啊，我们台东有 Seven 有麦当劳，还有柏油路的电线杆。再来这个，我想到外县市读书的人大概就非常的有感触，就是火车票这他妈的有够难抢，春节啊、连假啊，有的没的，都已经提早一个月，然后十二点准时坐在电脑前哦，干还是没票。我只是想回家。还有就是公车等超级久。接下来这一点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台东是世家的产地，阿基啊、叔叔啊，就是种世家的，会有那种多的家里面有事没事就一大堆世家，所以台东人看到世家反应就会呈现啊，对，我还有被世家。好，其实没有那么浮夸，有时候真的是吃太多，然后吃到有点害怕这样子。但是台东的世家真的很好吃。再来就是刚到高雄的时候很夸张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带转，但是很多人大概觉得很瞎，但是因为在台东根本就不需要带转啊。带转区都没有转个屁啊！最后就是台东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你越大，你的以前的朋友、什么同事啊、同学都会互相认识，走在路上啊，你就不断的遇到认识的人。你只要随便想要找一个人，你们绝对会有共同好友。我跟我妈聊天就很常发生那种情况，就是妹妹啊，你今天去那个什么路的槟榔摊，她女儿读你们学校呢，她在跟你同班呢，是来我们家那个同学，我知道她妈妈，我认识啦，咩啊，我怎样几像啦。再补充最后一点，就是台东人非常喜欢吃的一个炸鸡，圈蜻蜓蓝。圈艇现在就是观光客比较多，就每次要去就要排更久。那最后我想要说的就是，其实我是台南人，然后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搬来台东，我就一直住到大一，寒假就搬回台南。可是我在高雄念书，因为我现在刚好回台东嘛，那就拍台东人的小烦恼。台东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风景很漂亮，空气很好。其实我觉得这次回来发现多了非常非常多的饭店，盖了这么多饭店实在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这样好，我吓到。我刚刚真的傻眼。你还要选择？还是试驾？我的鼻孔，来弯掉。我是漩涡鸣人。漩涡鸣人。你的眉毛有一个放大像，然后你的眉毛更大。好棒哦！你我们美。我有四家，哎呦，可以到下班的时候。莫名的，哇，好大的四家！你这样吃四家，好恶心！长颈鹿，长颈鹿美女，好长哦，长颈鹿怎么讲？有狗哎！哎，狗狗如果用这特效，像被辣成狗。现在都是我们世家。哎，各位，我是世家。帮你擦脸啦。这个很像那个宫崎骏里面的那个猫野女巫。好丑、哦。